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。迪丽热巴早春穿搭成大爆款，穿开衫显都市丽人范，包裹严实状态佳。随着天气逐渐回暖，大家的穿搭也逐步开始减轻搭配。对于初春穿搭来说，整体 look 搭配主要可以像开衫、针织元素、风衣等搭配，则是能使得造型塑造出更多的美感和减龄范，还能演绎出摩登时尚大气范。2月26日，迪丽热巴现身机场搭配，则是选择风衣开衫搭配，整体造型简约却又不失美感。迪丽热巴早春造型穿搭指南，时尚关键词：直筒型、风衣、撞色系、休闲装、裤袜、基础色彩。01造型亮点一：利用基础色彩搭配，打造出简单古典韵味。色彩搭配在整体 look 当中，则是需要大家去结合。一般在色彩主要是基础色彩和亮眼色彩两者搭配，基础色彩则是强调经典百搭范，使得造型塑造出简约大气范；亮眼色彩则是丰富造型塑造出美感，进而展现出明媚大气范。迪丽热巴这身造型则是选择基础色彩，利用黑色、白色、灰色等三种色彩搭配，简单的色彩下照样是能塑造出明媚大气范，还能使得造型塑造出高级感和经典范，演绎出优雅知性范，使得整体 look 简约又大气。02造型亮点二：结合撞色系搭配，丰富整体 look。 虽然色彩主要划分为基础色彩和亮眼色彩，但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则是能形成基础色彩加基础色彩、基础色彩加亮眼色彩、亮眼色彩加亮眼色彩，照样是能塑造出美感，还能打造出俏皮摩登范，使得造型塑造出高级感和经典范。迪丽热巴这身造型则是采用了基础色彩加基础色彩，形成撞色系搭配。虽然两者都是比较基础的色彩的，但是形成确实起到了过渡的效果，使得造型塑造出明媚大气范，演绎出优雅知性范，使得造型塑造出美感和绝美的气质。03造型亮点三：利用直筒型搭配，起到遮肉显瘦效果。其次，在搭配造型上面，除了色彩去搭配外，则是需要结合我们版型去考虑。一般版型搭配下，则是能通过直筒型搭配，直筒型的版型下则是能塑造出干净利落的效果，照样是展现出明媚大气范，使得造型简约又大气。迪丽热巴这身造型则是选择直筒版型搭配，使得造型塑造出大气和高级感，特别是在简约的风格下依旧是展现出绝美的气质，使得造型简约和美感，分分钟打造出知性范。04造型亮点四：结合图案 logo 搭配，丰富造型。最后，在搭配造型的时候，则是需要结合图案 logo 来搭配。一般图案 logo 点缀下，则是能丰富造型塑造出美感，还能映衬出趣味性和美感。迪丽热巴这身造型选择图案点缀，则是能使得造型塑造出绝美的气质，分分钟打造出俏皮和小仙女范。05造型亮点四：结合配饰点缀，塑造出美感和绝美的气质。在款式搭配外之后，则是需要结合配饰点缀，配饰不仅能丰富造型，还能映衬出美感。迪丽热巴这身造型选择配饰和包包点缀，则是丰富造型，还能打造出华丽高贵范，使得造型更加精致和美感，分分钟展现出优雅知性范。粉丝为了证明迪丽热巴是腿精，故意关了滤镜，看到腿我崩溃了。谁说迪丽热巴很胖的？在机场出现了迪丽热巴，因为穿上了一条黑色的紧身裤，这款裤子就很好的勾勒出了迪丽热巴的腿型。同时，因为裤子是高腰的版型，所以显得她的身材比例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。迪丽热巴的身材未免也太好了，随便穿了一套服装，
就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它的时尚感。在这个造型上，黑色的面包服显得迪丽热巴这个造型非常的有个性，与黑色裤子搭配的时候也是很好的，凸显出了迪丽热巴这个造型的时尚感。迪丽热巴的身材非常的好，她的服装搭配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时尚。迪丽热巴在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穿上的黑色工装短裙，再搭配了一双黑色的过膝长靴，就衬托出了她绝美的身材比例，这腿我酸了。当迪丽热巴穿上了这件宝蓝色的旗袍之后，整个人的身材都被衬托得非常的婀娜多姿。这款短裙因为是紧身的版型，所以说也是很好的勾勒出了她的身材曲线，裙子上的中国风刺绣也显得非常精致。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。感谢观看视频。